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海燕。昨天前几天我老公都跟我商量说想去黄河边吃烧烤呢，然后今天一大早我看今天天气又很好，然后我说今天现在准备去那个农贸市场去采购一下，今天去黄河边吃烧烤去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农贸市场，这个好像是就是之前有几个那种小的，然后还有那个一山大街那儿吧，都挪到这里头了，就全。这里边总共有三个大区域，第一个区域这是卖水果的，然后第二个是干粮蔬菜，然后后边最后一个好像是卖那个牛羊肉肉一类的吧。特别大，去买肉吧先，肉给好多了，买点羊肉，买点牛肉。这是哪儿的羊肉？这都是买大肉的，还有海鲜。哦，羊肉给哪门那一道了？走走走。点儿呗，添一斤吧，一点儿呗，串串的，还瘦了呀，瘦了呗。哎，你那五比五的那个肉现在有没有？这玩意儿吗？你的手法怪准的，来，还蛮猛嘞。有腰子没了吧？多少钱一斤？四十。这俩多少钱？二十五。你上饭店里二十块一。哪有那去烧烤摊儿的腰子多少钱一啊？那是假的。假的。买点儿青菜吧，光买点儿牛肉、羊肉还买点儿。炒的菜啥都炒，啊，茄子。买点茄子吧。这个茄子多好，买一个都中了一个。然后买点香菇吧，再给抱住。空气收款5.4元。来来来，宝宝，哎呀，我接到了，赶紧吃能吗？啊，我害怕站着吃完走了。嗯。买好了，买点肉，然后买点菜水果，刚又买点活虾。走吧，回家整。